上的人是你推的，你请啊，以南哥，我到了。 照片的事，你就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如果我说照片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信吗？我信。为什么？以你和青春的交情，我还以为你会……因为我喜欢你。 你南哥，你到哪儿了？出发了吗？我今天来这儿，就是为了跟你说这个的。虽然我知道你心里一直都只有宋清纯，但是我还不想放弃。我从读大学开始，就一直努力向你靠近，让自己变得更优秀，更配得上你。 我甚至还借着图书馆的兼职，成为了你的笔友。S 是我英文名 Southern 的缩写，所以我以为 N 是 Northern 的意思，就没有往你身上想。原来是暖。这些年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？我想告诉你，可是那晚你没来啊。那晚赴约途中，我刚好看见青春出事了。 就是照片上拍的。当时他在酒吧喝多了，我急着送他回家。我看他衣衫不整，帮他扣了扣子，没想到被有些人拍了下来。后来我赶着去见你，发现你已经不在那儿了。这些年我一直在等你的信，却再也没收到过。你一直在等我？我真正喜欢的是谁？难道你不清楚吗？ 还是你以为我真的这么闲，随便跟哪个陌生人都愿意浪费时间？那青春呢？我爸是宋伯伯的司机，我从小就跟青春一块生活，我的确喜欢他，但那是哥哥对妹妹的喜欢。做我女朋友，好吗？ 你现在是公众人物，又处在上升期。如果现在公布我们的恋情，我怕对你事业影响不好。所以我想，要不先对外保密，包括青春。嗯，我都听你的。 Thank you.